哎，这边的山都没有坟墓哎。看到两只狗，你赶快看。哪里有狗？这边的，那你走去找它，你走去找它。走在中间。那你可以走去找它。哎呀，你会做的事情，所以我们你是要走去哪里？啊，你哥不是叫我去找它，然后你就要被车撞爆。那我想要拍他们呢。那你可以等车走，没有啊，车没有要撞你啊。要拍他们干嘛？这个叫做猫空的狗。猫空狗，猫狗，猫狗。多炫啊！是猫狗大战。完全不理人，代表自己更没有。我们的车，我们的车。